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就大妈讲啥？哎，你来了，来了，来来来，坐这儿。洗碗，好吧。大不大妈？大妈。我打麻将不能分心。嘿。哎，你不是要跟我摆龙门阵吗？别打麻将，别摆噻。快点啊，我时间有限啊。小曹曹，你帮我打，我去给他摆一下。啊，我输了你莫怪我。哎，你放心打。来来来来，再吃一道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哎呀。啥子嘛？啊，我莫啊，莫得。你那个新的男朋友是啥子来头啊？软件上认识的啊，叫陶心，名字是不是很好听？说重点。啥重点嘛？陶心，男，29岁，以前做餐饮的，后头店关了，自己做微商，月收入没我高，行了不？你月收入啊？嘿，我们老汉儿给的，每个月稳稳入账哈。哎，那你那个算不算是保养的？啥子保养？你说啥子？我们就是吃吃饭，喝喝酒，买买衣服而已啊。他人得不得行了、啊？哎，我咋觉得你现在比我爸还爸呢？你跟他喝了一次酒就被他收买了吧？哎，你要不要给我倒杯水一喝？我口都干了，嘴巴都说干了。我跟你两个说啊，你不要每天就是打麻将，吃喝玩乐。你要不要到你老汉儿的工厂去找个工作，还有个工资？我才不去啊！我现在当黄花鱼还能溜边走。如果我真的去了工厂，他24小时都要骂我，我才不得去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，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。啥子？其实准确的说，小桃桃是我的未婚夫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哈，来嘛，给你沾点喜气。你莫歪老子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我跟你两个说，你结过一次婚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？我就是因为结过一次婚，所以我才晓得跟啥子样的结婚啊。你不懂，我跟你说，你老汉奋斗一生，好不容易哦，他都是有你一个娃娃，他都是怕你骗了，你晓不晓得？啥子被骗？我们小桃桃看起来像骗子吗？像吗？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骗子。对了，我都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再考虑，慎重慎重再慎重。我就是怕你被骗，我不放心。你才认识他好多天了，那你说我该咋办嘛？你考虑时间长点儿，好不好？他真的很爱我。你真的要考虑结婚的话，得把你手头上的现钱都买起保险，喊你老汉儿过来当个投保人，万一出啥事情，你还有个保障。你在卖保险？嗯？你业绩不够了？啥子？你早说嘛！哎呦，你又没有条心喽？咋子嘛？乖乖。哎，你来哟！我打不赢他们，太凶了。好，来了来了，我去打麻将了。业绩的事情我帮你搞定，小 case。哦，结婚的事我还没跟我老二说哈，你跟我保密。那我马上就说。你敢？我现在就说。我弄你。美丽坐，你好。你能不能别气我？哇，轻易噻。又过了。哎。有点东西。去图书馆。嗯，去复习。对了，
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复习。晓得了。还有啊，医院的钱你别自作主张自己去交啊。我有钱。你哪来的钱啊？别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。我没找乱七八糟的工作，我说了我能养你的。你外一个大人要你养，给我好好学习。我现在也是大人了，你给我好好治病。你的药我都包了。阔楼，你姐姐长大了。啊。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主任，回来了，主任啊。那边问题解决了吧？差不多解决了，然后那个都捡完了，但是主任，我们老这么去捡，是不是也治标不治本啊？哦，也是啊。那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？就是现在养宠物的人吧，越来越多，因为宠物本身就是一个陪伴嘛，我们觉得也挺好的。但是小区里边这个设施，是不是也得跟得上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？对，就是。让宠物定点投掷也不太现实。嗯，当然这也跟养宠物的人的这个个人素质有关系。但我问了一下，他们平时自己都是带着那个清洁袋的。那有的时候吧，突发情况可能就来不及。我想了一下，要不咱们在这个分类垃圾桶旁边放一个专门的便民清洁袋什么的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哦，那赶紧跟他们那个。业委会联系联系，行，嗯，关键是要去检查这个落实的情况。好好好，好的，我们马上就去办。哎，好好好，同志们，为人民服务啊，只有起点，没有终点。嗯嗯，只有不足，没有满足。嗯，胸心，胸心。嗯，那咱下午再去看看。行，嗯，行。有人吗？你好。哦，我是来面试文案的。哦，面试的是吧？是给我们公司投简历了。哎，我是小五，要不进来聊吧？没事，那个我再看看，不然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们大学生创业呢，正经公司，就是可能地方小了一点，但待遇还不错。进来聊吧。行。坐这吧。好。哎，给你。哎，好，我先看一下啊。我们公司不交社保，不交公积金，当然也不用坐班。工资的话是每个项目完成结。我们是什么项目呢？我们公司项目很多的，品类丰富，影视文娱、天文地理什么都有。那这些文案是用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问题有点多。没关系，因为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，标准格式都不一样。但是我有一个担心。不用担心。我们是正经的营销公司，文案呢只是我们公司业务很小的一环。你要不信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公司业务。哎，不用，不是，我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照顾，我就想知道咱们的工作强度大概是什么样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这呢工作很有弹性，时间自由，不用坐班，就是多劳多得。我看你简历，你还比我大一岁呢。要不是我们现在公司业务太多了，人手不够，我们也不会招人来分我们自己的蛋糕啊。这样吧，
你可以先试着干一下，我们可以先不签合同，你有兴趣就继续干，你要是不想干了随时跟我们说一声，怎么样？行，那我试试。这样，现在正好有个活。哎呀，你看过最近热播剧《樱花开始》吗？我好像有在网上断断续续刷到过一点。嗯，够了，你觉得男女主的表现如何？写个短评吧。好了，就比较简短，大概写了一下，看一下。嗯，女一虽然外形比较贴合角色，但单场戏的反应给的不够准确，表现逊色于搭戏男演员，有点文绉绉的。那我弄成这样吧，你就这样写，女主整容脸，呼呼笑笑就一个表情，影响哥哥发挥，毫无 CP 感。互联网时代，我们要抓住网友的语感。写吧。好了，这儿。行了，再来一个。男二号加戏注水，他加戏注水了。五十字，十元保底，月底结算。稿费怎么样？谢谢。身份证拿来吧，登记一下。好，来。好。嗯，我现在心里只有狗屎。那清洁袋效果还行，但是浪费和乱丢还是有啊。哎，这设施是跟上了，素质问题还得慢慢来，别急哈。也是哈，那咱们下午研究研究怎么普及规范一下吧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我以为你让我做个干净的梦呗。行。那祝你梦里鸟语花香啊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刚才还听到说话了，咋个都睡了？其他人呢？吃饭还没回来吧？哥，你是真会挑点儿，我刚刚迷糊着。没啥事儿，我续上了啊。行，那这个喜糖我放这儿了哈，等会儿你们自己分一下。旁边那个救援队的新郎官给的，还说要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。谁要结婚？你还有一跳，你是困还是不困？都是旁边救援队的那个，哎，叫啥子我忘了，反正就是总来我们这儿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姓刘的，又高又帅那个。哎，对对对，都是他。你咋了呀？你这不激动算是？喂。哎呀呀呀呀！我也是说起得早不熟了，连了三天出门就踩狗屎。你们得爪子哦。啊，我剪，我剪，我都剪啊，我一颗一颗剪。用不着那个快嘛，我还要去打跨年麻将哎。午休还没结束就去剪啊？啥子情况？不知道，嗯，再睡一会儿。嗯。你好。请问菜品有什么不合胃口吗？你们厨师呢？哦，他在忙，有什么可以跟我说，让他调整。这菜不怎么好吃啊，没什么味道。对，就是不好吃。那这不好吃是怎么个不好吃法呢？把你们厨师叫出来，好吧？跟你们说不着。把你们厨师叫过来。叫叫。浩曼，稍等一会儿。你忙去吧。美女，厨师到了。你们好，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？齐大叔，你这菜咋烧的这么好吃啊？是又有什么秘方吗？对啊，我们都特别喜欢。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，专门来看你的。嗯嗯，因为你们在刚才在跟我演戏呢，是吗？不这么说，咋看得到他吗？行，谢谢谢谢你们支持，你们慢用。啊，喜欢的话以后多来。那你给我拍个照呗？不是有你们这样的？拍照就拍照，不好吃不好吃，好吃就好吃。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，怎么说话呢？我掏钱来吃饭，我高兴就行了。你管我们怎么说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我们就拍个照。你们想在哪儿拍？就这吧，就这吧。啊。谢谢。哎，没事儿，谢谢你们。那你们慢用。哎，好。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。嗯嗯，好。哎呀，真没事儿。不是你自己说的，
颜值标签吗？佩佩，哎，叔叔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先说，不能就我先说。咋回事？小桃子要给我买保险，他鼓捣说人家是骗我的。我一个外行人啊，我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保险啊，这就是个骗子。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让我买保险吗？我跟小桃子说了过后，他不仅不反对，而且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保险，都是特意为我选的。这些都是桃姐准备的。嗯。不，你这个。你这些保险都不是假保险，但是这些保险看起来保额高，其实都很便宜。最重要，不是最重要的，这些不是很适合你。听见没有？这个保险根本就不适合你，他为什么跟你买这种不适合的保险？这明显的就是个骗子。不是，他也捡在那边。不是不是，叔叔，有可能他买的人也没有很懂嘛。你也不用站在他那边替他来掩护，我听得非常明白。现在骗保的事情太多。不是不是，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？一对年轻小夫妻，然后男的为女的买了高额的保险，结果怎么着，把他推下了悬崖，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呐！够啊，叔叔，你说的那种情况啊，他得是直系亲属才行，他跟小桃都不是直系亲属，他买不了这专业吧？直系亲属，他不是你的直系亲属，他怎么替你买保险？你不是他的直系亲属，你怎么能够在保险上受益？这是骗你跟他结婚，这也不能说是骗。我跟他没资格是吧？我明天就跟他去领证。你莫要冲动。哎，张佩，我一直以为你站到我这边的，结果你也不帮我。李明珍，你是我老汉儿，你为啥子就见不得我开心，见不得我好呢？我是你老汉儿，这是你闺蜜，哪一个见不得你好？你是鬼迷心窍。莫冲动。我不想跟你说了，我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这个婚我结定了。哎，你莫要冲动，你真的是。哎呀，你做啥子？他是你老汉儿。你是我老汉儿。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叔叔，消消气。干嘛呀？还真生气了？谁生气了？我是奇怪你怎么不生气。不是你让我不要去在意这些人的吗？我是生气他们不珍惜人劳动成果。是我们是帅哥美食标签，但是我们不仅有帅哥，我们还有美食。最讨厌这种糟蹋食物的人了。人没糟蹋啊，人吃的可香了。言语糟蹋。行。这样。以后我就不露脸了，反正我也不会，而且一个大男人靠脸也有点说不过去。靠脸怎么了？长相是你自身的一部分，厨艺也是，你沟通交流这些能力都是你的一部分。但是我还是想拍一期不露脸只露手的，咱就当是试错，行不行？不一定行，但可以试一下。好。那你忙活一上午还没吃饭呢吧？给你做一个鱼香肉丝，酸酸甜甜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李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吧，我根本就不担心我给他的那点零花钱撒瓜俩枣的，我主要是担心他以后的生活。你说我这闺女她没上过班，明白？她也接不了我的班，我在还好，如果我走了，她再被人给骗了，你说他们？母子两个人无依无靠的，我想起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就我的心里就难受。明白明白，我其实之前也跟木子聊过一次，劝过他，但是我能理解他，真的你得给他点时间，互相理解一下。哎，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什么好的办法，保证他母子以后生活上的安全？您指哪方面的？我呢问我金融圈里几个朋友，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，他说最保险的还是买保险。明白了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实话实说，保险确实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。像您这种情况呢，我可以帮您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方案，有需要呢还可以对接到信托。这样能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你一下手里有一大笔钱，你一个不小心让人给骗走，对对吧？太好了，行行，这事要抓紧啊！一定一定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
请你帮忙。哇，可以。结还在呢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干嘛啊？你就保存一下。你都不累的吗？这点成都有什么能玩能待的地儿？你受得了刺激吗？你那个力度行吗？嗯，可以再使点劲儿。请问这边力道还可以吗？可以再使点劲儿。好嘞。哎，你一会儿按完回家，我送你呗。不回家了，我今天就住这儿了。这让住吗？啊，可以的。可以。那我呢？你该干嘛干嘛，你不回家睡觉吗？哦，我也不困，我一会儿可以回去加个班儿。我之前呢对你也不太了解，你是比木子小几岁来着？小四岁。啊，二十九。对。嗯，我这次来呢，哎呀，有点尴尬哈，但是也是因为木子的父亲委托我，嗯。来跟您说一些情况啊，没事儿，有什么您就直说。前一阵子呢，他委托我，根据他的想法做了一些家里的财务安排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以后的生活费用不用担心。嗯，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跟木子不在一起了，可能你在他身上也拿不到什么钱，有点冒昧了。按理说我不该说这些。没关系，我。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也不怕你笑话，我这个人啊，的确没有什么大本事。你要问我当初和木子在一起，跟他的家庭条件有没有关系，这个我不能完全否认。嗯。但如果你要说，我对他的感情是不是真的，我相信这件事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。嗯。毕竟咱不能说，非得要爱上一个一穷二白的另一半。那才叫爱情，对对吧？对，但是木子他爸的这个行为，我确实也能理解。当父母的嘛，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。理解，我也完全能理解。嗯、我这人啊，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就是想尽可能的把每一天过得开心一点。木子的前夫忙事业，忙到生活里边。
完全没有他，但我能做到的就是我的生活里面可以全都是他，让他和孩子开心，这就是我的事业。你们这么替他着想，我真的非常理解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你好，您点的茶，请慢用。哎，坐会儿。怎么了？给你看。行啊，你这条做菜不露脸的视频，点击量没减，点赞量还增多了。都说你刀法好，做菜干净利落，还让你出宴席的菜谱呢。出宴席的菜谱？那我得花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。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？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这么多年干美妆博主，就在意外在了。像你这种有真材实料的帅哥，不露脸也有人喜欢，跟我这种人不一样。你哪种人？美丽花瓶。美丽花瓶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只有长相。不用找我了，我知道这些年我是靠什么赚的钱。靠什么呀？你觉得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的长相？确切的说是化完妆之后的长相。那长得好看的人海了去了，为什么非你不可呢？那我还能因为什么？真实可爱，对粉丝友好，而且开朗活泼，认真聪明。我这一个不懂的人，看你的测评视频一下就能看出来产品的好坏，而且我的视频也有你策划和剪辑的功劳。所以也许可能大概我也不是完全靠脸吃饭。那当然了。还有呢？再说说。自己想吧。哎，你别再说说。你又善于发现我的眼睛，你发现发现我。哇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是两个人。你爸让我给你看看，这我可下功夫了，这还协助跟信托公司对接了，这是合同。可以啊，你能赚着我爸的钱。赚到你爸的钱不很正常吗？你爸的钱那么好挣。再说了，虽然赚到了你爸的钱，但是能得到我热情的服务。这么多字啊？不识字啊，字儿多点，怎么慢慢看呗。仔细看看，认真点，主要是在这儿。生活费才在这儿啊？这还少啊！我一个月累死累活，我也没你多呀。嗯，好嘛，以后只有节约点了噻。就是。这个学习奖励金是啥子啊？给我还是给娃娃的？给你的，就是想让你学习。你雅思如果考到6.5了，就得奖励；考上别的什么学习机构也有奖励。这么多年了，他居然还在做我的出轨梦。主要是他怕有一天他不在了的话，你万一有什么人生规划想要变化，还有个钱能支持你吗？他不在了是啥意思啊？这个保险金信托是他身故以后你能得到的保障。哦，那这个旅游基金是啥子？哪个就是不想让你每一天都坐在那儿打麻将，想让你半年出去一次，就长长见识，就去看看大自然，别老推那四堵墙。哎，这个为啥长到106斤要奖励10万嘞？哎呦，我问过他，他说他查了一个叫 BMI 的身体指标的，如果你能保持这个健康的水平，你就能得到奖励，但是这只能奖励一次，以防你胖胖瘦瘦胖胖瘦瘦为了拿到钱。嗯。他个老头儿居然还晓得 BMI， 可以，对你真的是够意思。你看完了？看完了。那个快哦。差不多就行了噻。那刷起。
怎么？叔叔。你知道是儿子意思吗？啊，没得啥子别的意思。叔叔你也晓得我的家庭状况。这套房子是我妈老汉儿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套房子。当然，我这套小房子你们家肯定看不上。但是我还是执意把木子的名字加到房产证里头去。是因为我之前给木子承诺过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呢，也是我的一个态度。木儿，你咋个想的？爸，这次真的是他喊我跟你好生聊的。你如果不放心，我们可以先不结婚，你再考察一段时间。你上去把我的酒拿下来。上去。行吧。首先一点，你要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。你刚才说一辈子对母子好，空口白话。我会一直盯着你。啊，叔叔，我这个人虽然没得啥子大的本事，但是我可以发誓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让母子和娃娃过得开心，过得好。我会一直陪着他们。还有嘞？还有，我自己也会努力赚钱，也会孝敬叔叔你。我不重要，吃饭。最后一道菜来了，冬瓜萝卜汤。你来他们家，人家阿姨都失业了。来，吃菜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叔叔。冬瓜汤要多喝一点，去湿的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小桃子。不客气。哎呦，那个味道可以啊。可以吧？你收不收外卖啊？想都不要想哈，这个是我的专属。要得要得。啊，不过送也可以，500，一餐起送。你有点凶哦，我看你那个样子也不像是耙耳朵。哎，我可以是，但关键看对哪个。要得。菌汤，味道还可以，给妈妈学的。啊，没有，给我们老汉儿，他以前在乐山开过小吃店。哦，你爸妈都在乐山啊。爸，你咋紧到问呢？你个死女娃子，我管你哈咋个嘛。可以可以。我说味道很好，我下个礼拜继续。啥子继续来住啊？你吃起瘾了嗦。没得问题哈，叔叔只要你想吃，你随传我随到，但是你不要嫌弃，都是一些家常小菜哈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来，干一杯。谢谢。谢谢。辛苦了，小桃子。不辛苦，只要你开心。老汉儿也同意了，现在都对了噻。对了。哎，之前我脾气是有点不好，我也晓得你们都是对我好。就算他真的是拿我当长期饭票，我不是也靠他解决了情绪问题吗？我这个年纪了，娃娃都那么大了，吃穿我也不愁。我现在就是想找个对我和对娃娃都百依百顺的人，能天天陪我，让我开心。婚姻是生意不假，但是婚姻多少也要有点感情成分嘛。对头，只要你过得好都好。你会祝福我噻？不然嘞？不然，你还要陪我喝酒？哎呦，我那点酒，瓶盖酒量，好，我可以配合的。你又谦虚，我喝醉了还等到你把我扛回来的。哎，你有点肥啊，我跟你说哈，你减哈肥，有点沉。扛不动啊，扛不动，我喊谢阳来帮你扛。你信不信我把你推下去啊？现在马上。还不好意思哈。哎呀，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多少有点玄学在身上哈。
俩真爱啊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。啊，请叫我天府哲学家好吗？哎呀，行，看得挺准的你。但我发现还是这个趴耳朵比较受欢迎哦。哎，对啊，我也可以试啊。你爱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啊？我问你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我就告诉你，他俩挺好。行，可以。你挂了，莫名其妙。哎呀，小五嘞，辛苦你了，你一直顾到现在。哎呀，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大爷，咱们这么蹲也不是个办法，要不您先回去歇着吧。不。我早气惨了，你想嘛，我居然连续三天在同一个档档找了三次，那个业委会还要挖苦我说你运气恁个好，你啷个不去打两盘麻将啊？我说我去打两盘麻将，我要去给你买两张彩票。哎呦呦，好了，咱不生气了啊。哎呀，这个，你说这，哎，小五妹嘞，嗯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迫切的要求？您说吧，大爷，那个只要不违法乱纪，不违背公共道德，我们尽量配合。我要提前行道，给他来一个冤无逢回，万死归赵。不是，大爷，您先别动气儿，这犯不着的，您亲自去干去。不，我一定要亲自给他送到屋头，送到门口，弄得到处都是，我想起都过瘾。大爷，那个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相信我，我能处理好。我们给他处理了，行不行？哎，肯定是他们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大爷，冷静啊！咱们再观察一下。说你笨不笨？我就说嘛，我是有点笨的。走吧。没见嘛、嗯啊、哎，看嘛，人在物在事也在，铁人如山了。我去跟他们说一下啊。哎呀，没得公德心的。没事啊，大爷，拿了吧，不着急。看嘛，没事。那个，我给捡起来吧。拉过，我要看是哪个屋头三儿恁个歪。哎，大爷，那个犯不着啊。哪个？你好，物业的。来了。哎，请问你们有啥事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那个。别，这里什么东西来了？你有病你算啊！你神经病，你跑到我屋头来了，就把我报警哈。你敢给我道歉？老子三天。踩了三次狗屎，都是你屋头的狗。你到处乱说的，你倚老卖老，我倚老不尊，因为我怕你说。哎，肖小姐，业主您好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收到了投诉，你们家在遛狗的时候啊，没有清理宠物排泄物，所以啊，想上门提醒一下。现在咱们在小区的各个点位啊，都设置了宠物清洁带，欢迎你们取用。你们简直是血口喷人，我们家就没有养过狗。哎。嗯，不是大姐，我们看监控了，真是您家狗。你在哪儿看到的？有图有真相吗？啊，我给你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好了，看到鬼，你看到？哟，别吵，都别急啊。咱有，我有看有有，来，您看看这是不是您家的那个？看好。豆豆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看我咋个收拾你，豆豆。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那个锅盖又联系了？我没有跟他联系。你还说没有？刚才录像有凭有证的，你还咋个？大姐，别动！有话好好说，大姐。你咋个好话说嘛？他已经答应过我了，不再联系，整个小区里头搂搂抱抱。因为我，就是跳下去。死在屋头，有本事啊！你在外头去死！来，我叫你跳河，你去死噻！你去跳河噻！快，大幺零！哎呀！
能怪我的表姐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去。有。